你要从那边走过来，你要从那边出场。你要先走进书房，我讲黄小玲出场的时候，你就要来这边出场表演哦。好，现在欢迎103黄小，还没哦。现在欢迎103黄小玲出场表演。什么东西？你好累。嘿，你要表演了吗？好，来出来表演打鼓喽！表演完了，谢谢。哎，你表演的很随性哦。等一下，我要帮他去尿。好，你还要表演到一半，带他去尿尿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再见了哦。你尿好了。好啊，好啊。那小孩房间呢？小孩的房间哦。对。你是多大牌的艺人啊？你那个小孩，我还要帮你处理啊。好，那我帮你处理啦，先放我这里。他房间我等一下帮他 arrange。哎、欸，小孩的房间在这里了。在这里是吗？在这里。好，可以啊，那拿去。你真的很贴心呢、欸。他不敢我离开。他不好，那怎么办？那你要表演啊。好啊。好啊。你们先帮我离开。好。他说不要啊，好啊。好了，表演完了吗？还没。你叫103黄小玲表演完了。表演完了，好，谢谢你，要跟大家鞠躬吧，鞠躬敬礼，说拜拜，再见。他说什么 ？See you。See you。好，拜拜。